霍尔夫告诉看守的军卒说，今天晚上把这个犯人就交给我了。两个军卒一听，将军，那么合适吗？听我的，我让你们去休息，你们就去休息。哎，这两个军卒转身刚要走，慢着，我问你们，这个门是不是通外头啊？啊，对，将军，这是他后院的一个角门，这门一开呀就到街上了。这门锁着没有？锁着呢，我们怕出事儿。钥匙在哪儿？钥匙在我们这儿。给我。哎，去吧。哎，这两个军卒走了之后，胡尔富手扶着宝剑，由打屋子里边搬出一把椅子来，就在善通善凶信这木笼囚车的旁边往那一放，他往这一坐，看了看善通，不言语，扶着剑都在那一言不发。善凶信在囚车里边心里合计呀，嗨，你看这个将军他可有点与众不同，看囚犯案说这都是军卒的事儿，怎么今天晚上他自个儿来看着我呢？哦，也许他怕我跑喽，怕我在木笼囚车里边逃出去。嗯，他这是忠于职守啊。单雄信心想，你看着吧，你看着我不看着我，现在我也跑不了。哎呀，恨自己没有罗士信那么大的力气。听说罗士信被来护尔借往长安的时候，走到半道一使劲，把囚车就给挣开了。单通心想，我可没有这样的力气。远处桥楼上打三更了，梆梆梆，哐哐哐，就看这胡尔夫站起来了，他手扶着剑都，从前往后走了走，左右的观瞧了观瞧，然后来到单雄信的木笼跟前。哎，我问你，你是叫善通善雄信吗？正是。你是山西潞州天堂县二贤庄的善通吗？哦，正是二贤庄的善通。啊，你还认识我吗？在夜色之中，单雄信看了看这位胡将军。不认识。您是贵人好忘事啊，好好想一想，咱们曾经见过面，在什么地方？我怎么想不起来？我跟您说，十来年前，那年我还十八九岁，我给别人贩马，曾经到过你的天堂县。在你天堂县的外边，我碰见了一伙强盗，把我的马给劫走了。劫走了之后，我在天堂县住了店，住在店里，我前思后想，没有活路了。当时我就想着自杀身亡，我买了点毒药喝了，没想到让店里掌柜的发现了，掌柜的又给我灌黄连水，又给我灌绿豆汤，最后把我救过来了。救过来之后，我跟掌柜的说，你救我也是白救，我死已经定了，你救了我一死，你救不了我两死三死，我说什么也得死。掌柜的问我为什么非死不可呢，我就跟他说了实话。那个掌柜的就提到了您，他说我们这二贤庄有一位单二员外，那是个好管闲事的人，你要找他，说不定他
他能给你帮这个忙。我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得到了这么一丝希望，我跟着那掌柜的就到您的庄上去了一趟。啊，那是夏天，我记得您穿的是一件蓝绸的长衫。当掌柜的向您讲述了我的遭遇的时候，您寄予满腔同情，您说你别着急，我给你想想办法。最后临走的时候，您还给了我几十两银子，让我回店房里边等着。我回到店房等了三天，后来您把我丢失的马都给找回来了，亲自给我送到店房。当时我见了这些匹马呀，我说不上怎么感谢您了。上元，我觉得您就是天下第一的好人呐。我临走的时候给您磕了三个头，我说今生今世忘不了您的这个恩情啊，我这一辈子也报答不了您的救命之恩呐。您说这没什么，以后有功夫到我这儿来玩。我由打那儿就走了。这一晃十来年了，走了之后我就投军入伍，不做贩马的买卖了，现在我就当了将军了。单员外，这件事您还记得吗？啊，单雄信听他这么一说，自个儿琢磨了琢磨，在记忆当中好像有这么一件事情，在十几年前。不过你就是那个小伙子吗？啊，我就是他呀。我记得那个小伙子好像没你这么高啊。我那个才18岁呀，哈哈哈，后来我还长呢。啊，对对对对对，那就是你。对，那就是我。哼，好啊，我当初把你救了，今天你把我送往长安，这是我应得的报应。小伙子，不求别的，一路上别给我出难题，别难为我，这就算你报了我的恩了。单员外，您这是说的什么话？我仅仅在路上不给您出难题，这就是报您的恩吗？我现在就要开始真正报答您了。您知道今天晚上为什么我来看着您吗？我要把您放走。您当初救了我的命，今天我要救您的命。俗话说，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救命之恩，这是终生难报。单员外，您走吧。他一说这句话，单雄信又看了看忽尔复。胡将军，这个事儿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把我放走了，你怎么交代？我怎么交代？我也想了。单员外，咱们说句心里话，大隋朝的江山危在旦夕了，恐怕用不了几年就得全盘崩溃。现在隋使江山朝廷当中的许多官员，别看看一个个都是紫袍金带，战力超格，却都是各怀心腹事，有志有识之士都在想自己的退身之路，投宿之处。我霍尔富也曾想过，我上哪里去呢？天下到处都是义军，可是究竟哪支义军最终能够成事，现在还很难预料，所以我一直举棋未定。今天碰见您了，不容我再思虑了，我把您放走，
我跟您一起走。一个是我跟您上马岗山，偷到您的麾下，替您效犬马之劳。如果说马岗山觉得我是一个随将，信不过，那么也不要紧，我把您放了，您走您的，我走我的，咱们是君子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他您相遇，后会有期。胡将军，如果你真要今天把单某我放了，我单修信保你倒在瓦岗山，必定能够金甲红袍，战力朝纲。我单修信说话是算数的，瓦岗山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那是我磕头的四哥，我说句话他一定能听。他要给你的官职不合适的话，我情愿把我的五虎上将军让给你做。单员外，用不着这样，瓦岗山只要能收留我那就行了。您等一等。胡尔富说完了站起身来，右前看看后看看，然后来到他的木龙囚车跟前，就把刚才从那个军卒手里边拿过来的那钥匙拿出来了，把木龙囚车打开，给单雄信去掉了刑具，然后又把后门打开。这一切都是在夜静更深当中进行的，前院根本不知道。胡尔富到槽头上把自个儿的马和单雄信那匹艾叶青都牵过来，他那个金顶枣阳槊也在那艾叶青上挂着呢，胡尔富的银枪在自个儿马上也挂着呢。他又前后看了看，然后告诉单雄信：“单员外，走吧。”两个人牵着马，由打这后角门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班安任等乘胯坐骑，马上加鞭，啪！回到瓦岗山。回到瓦岗山的时候，正是上午，没敢走这个西山口，他们绕路金鸡岭来到山上。城墙外边下了马，告诉军卒往里禀报。军卒一瞧，哎呦，单将军回来了，这可是大喜事。他们慌慌忙忙到瓦岗寨金銮殿向程咬金禀报。程咬金跟徐茂公他们众人在这金銮殿上正在为单雄信去向不明在这焦虑呢，有人报说单将军回来了，还带着一个人来的。程咬金马上吩咐快快有请。单雄信领着银枪将玉面小子都胡尔富就走进瓦岗寨的寨墙，来到金銮殿上，单雄信跪倒身躯，先是给魔王见礼。大德天子在上面一看，嘿，我说老六哎，你这一走，这两天我这觉都没睡着啊啊，你怎么弄的，跑哪儿去了？单雄信把自个儿的经过从头至尾一说，说多亏了这位小将军，他救了我这条命，要没有他的话，我就借往长安了，说不定就死在监房之中了。哦，照这么说得多谢这位小将军了。单雄信就把呼尔夫当初和他相识的经过当着众位弟兄讲说了一遍，最后单雄信说了：“万岁，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愿意投到我们的瓦岗寨中来。我跟他说了，我们瓦岗寨一定能够容纳得他。万岁，怎么样子对待这位胡将军呢？”程咬金说：“胡将军，你救了单雄信，你是他的救命恩人，不但是他的恩人，你也是我们众位弟兄的恩人。不过我这瓦岗山呐，是刚刚兴起的一支义军，不知道胡将军愿不愿意在我这个地方立足呢？”胡尔富听到这儿：“万岁，我情愿在您驾下称臣，略效犬马之劳。”哈哈哈哈哈哈！你还别说，他看了看徐茂公：“三哥爷，咱这瓦岗山别看地方小啊，
哎，挺得人的啊，都愿意往这儿来。三哥，您看给个什么官好呢？他在徐茂公的跟前嘀咕了嘀咕，最后程咬金看了看忽而复，好吧，既然你救了我们的人，投到我们的瓦岗山，我不能不待你。现在朕封你为瓦岗寨兵马副元帅。这家伙一张口就是个副元帅，呼尔夫赶紧说谢主隆恩。程咬金马上传圣旨，全山寨大排宴席，庆贺单雄信归来，庆贺胡副元帅上任。满山寨大排宴席，好顿庆贺，庆贺了三天。三天之后，秦琼、秦叔宝领着呼尔夫，就在瓦岗山四山口各处地形是走了一圈，让这副元帅熟悉熟悉瓦岗山的地形。在熟悉地形的过程之中啊，杨林不断的讨敌要阵，但是秦琼按兵不举。呼尔夫就问秦琼：“秦元帅，您为什么不出兵呢？”秦琼说：“你不知道，我这叫避其锐气，熬兵之计。他越想打，我就越不跟他打，等到他的士气疲惫了，然后我下山偷袭，我这叫以弱胜强。”啊，秦元帅真乃高才也。秦元帅什么时候出兵呢？看吧，就是最近这几天。这胡尔夫在瓦岗山上待到半个多月的时候了，忽然这一天秦琼告诉胡尔夫，明天早晨四更天我们要出骑兵袭击隋营，到时候了，好，你跟我一起下山。胡尔夫说：“就这么地。”第二天早晨起来，四更天，胡尔夫全副武装，梳扎停当，就准备出征了。但是没动静了，人马没有集合，没出兵。嗯，这怎么回事？一会儿徐茂公来了，告诉胡尔夫：“胡将军呐，今天不能出兵了，怎么的了？昨天秦元帅跟你四山巡查呀，回来之后受了风了，秦元帅病了，浑身疼，起不来了。这他的老病根，一受风就浑身疼，这怎么办呢？”“哎呀，这可是挺好的机会，军师，您看应该如何呢？”“我看这样吧，今天咱们先不出兵了，明天凌晨四更天出兵。胡将军，我想让你带队下山，你看如何？”“军师，你信得过我吗？我能行吗？”“胡将军，我看你能行。”“好，那我就带队下山。”这一天又过去了，到了第二天的晚上二更天，胡尔夫一琢磨，四更天行动，现在已经二更天了，我该行动了。胡尔夫挎着宝剑，直接够奔徐茂公的住室而来。这个院子外边有两个门军把守着，当门军问他的时候，胡尔夫说：“今夜有行动，我要问一问军师。”没拦他，他就进来了。进来之后，来到徐茂公的寝室，走进来仔细一听啊，徐茂公在床上已经睡着了。“军师，您睡了吗？”听着鼻息之声，胡尔夫走到床头，用手摸了摸徐茂公头上挽的这个发簪，他抽出宝剑，北京市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向各界朋友问好。